这是一个直播截取充电的概念，各位看一下充电。然后呢，这一支相机进来，这一支 Cam 340 Plus 进来，形成了现在的状态。那么这里呢是一个麦克风，就完完全全搞定了整件事情，边充电，边直播，边收音，边补光，边看支架，麦克摄影机，充电器。那么整个 set 的用意很简单，就是要让大家能够拥有一个什么呢？很舒适的工作环境。什么舒适法呢？就是让大家可以作业起来很顺手，双个镜头好做事，再配合这支遥控器，好进行 take。那么你就导播了好吗？你就整个导播了。好，谢谢大家。